来智商干啥去？在这儿待会儿，待会儿那个你老大爷给我送一老古董，要钱吗？不要钱，好几百斤呢，哎呀，白给！白给，啥好玩意儿啊？老古董啊，待会儿你瞅瞅去，奶这回又发财了？那可不，一喝，让我瞅发财不打一处来瞅。吗？该找我好时期呀，走吧，他们该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峰，跟着我去看看，看看我邻居大爷给我奶奶送来啥老古董了。再提提啊，就搁这儿，要不我那墙皮角搁那个，周全了吗？周全了，周全了，多加送啊！啥人？是啊，不能发手啊，不能发手，一二，不一了，哎呀，动不动喂，这多沉啊！再找一大石头，大石头。同靠边，上这边，上妈这边来，到碰着你。垫儿不，你垫儿不多。谁垫儿粗？你垫儿不多。要不搁个砖，不中能搁。使那硬点使的。哎，那这样也劲儿也不大。再来一块好一点的。哎，行，进不去。左手啊，看你这。小手腕。搬进木柜里去。屋里边那搁这儿，来，把那抬起来，抬起来，搁那桌子摞着。就是上那上。来，你瞅着脚。儿子，哎，我给我走。这怎么了？哎，我们这后边垫个垫，我们仨都把弄出来了。哎，可以，这下子。那您要这玩意儿干啥使啊？这是老古董了，现在你买都没处买去，这是大年坨子。哦，都是压东西使那个。啊。这留着纪念呢，闲事的压那个玉米吹碾子干啥的，都是这个。哎呀，这可老古物啊！对，你看这有多沉了啊？这个得好几百斤呢，五六百斤吧。这么沉呐？沉着呢。我说刚才说这么多人搬都费劲呢。这上坎再弄一个那个盘是不是都一套了？那可不，再弄一盘，这都是一套碾子的，你瞅瞅压多广了，我这有年头了吧？这赶是年有年头了，我一小都长期都使这个，不是啊，凡是啊一百年也少不了了。哎呀，还有收藏价值，要是咋说呀？那可不，这回拿你赚了。搁一圈留着来牌吧，哎，这挺好哈，挺好的，挺好的啊，挺好的，这牌挺好。那你还不如再往里挪着呢，将来这树大了正好遮阴儿。就在这儿搁着都挺好。哎，给你买好玩意儿了。买啥好玩意儿啊？上屋吧。走，苍龙关去。报账啊。又报账。反正也不忒贵，10000块钱。哎呀。哎呀，真费事啊！哎，来来，完了，这娘俩打不开了。知啥吧？知不道。这是孵蛋器，上次您把这鸡蛋不孵臭了吗？这回咱买先进武器了啊！这个比老母鸡孵蛋还省事呢，而且出蛋率还高啊！啊，这看到了吗？这是自带的温度器，把鸡蛋。消毒洗净往里一放，而且比电褥子还省钱，21天之后把盖儿一掀，那小鸡儿腾腾的会飞了。呵，这么简单呐？这玩意儿多少钱呢？50。哎，贵倒是不贵哈。看到了吗？那得搁多少鸡蛋了头啊？搁一箱子呀，码放整齐呀。这就属于一个啥呀？仿的。母鸡孵化系统知道吧，打造的这个温室，这泡沫箱它是保温的，这个是通电的，这有开关，而且有温度器，这个温度设置好了之后，通电之后你都甭管它了，恒温。省得花钱买小鸡了。对呀，一对二对三对六个，来端着走吧。那我告诉你咋弄啊。哎，学印儿行吗？中，不收学费。
好嘞。先得呀，弄点温水，然后搁点消毒液，把鸡蛋给消毒。消毒完了之后吧，擦干净了。不都是这样擦吗？轻点。对，轻点擦。弄点温水，这个水呀，别太凉了，37度就差不多了。好。然后把它灌里。放里头。好嘞。放平铺了，知道吧？嗯。往这边这么一荡。看到了吗？大夹子干啥的？这儿呢。然后拿这个夹子，这么一夹，活活，这个叫温度计，搁这儿上台啊，它自动都测这水温了。然后把这边充上电，哎，看到了吗？哒哒响了，看这多少度啊？37度1，37度2，温度到37度8了，开始放鸡蛋，把这鸡蛋放在这个水袋上盒，先孵10个，这也是温度计，这温度计得往上一搁就中了，别管它，就搁在这儿，然后就赶紧的盖上这个棉花，盖好了，都 OK 了。我得把这盖盖上。来，一天翻一遍啊、哦！一天还翻呢吗？对，一天翻弄一遍，这温度都够了。报警了！报警了，都不用管它了，这都恒温待着了。一天之后就能成型了，这个又能孵小鸡儿，还能孵大鸟，还能孵鸭子，还能孵孔雀，还能孵鸽子。我都是没看过这么先进的东西，真是那个小牛子啃电线，牛毛挂闪电哈，真是那个发展的快，真叫能耐哈。那必须的嘛，社会在进步，科学在提速。